劳工电工所提倡着种树啊，爱地球，减碳新生活，特别准备一千丛的这桂花甲茶花树的树啊栽，以及有机肥，要予民众免费扫除，种树啊来爱地球。长长的排队人潮，每一个人手中拢提着小树栽。劳工电工所准备一千盆的苗木，有桂花、茶花甲有机肥，要送予乡亲。洛江电工所啊，今仔日啊所来举办的这个活动吼，啊，当然对环保非常的啊有意义吼，就是讲咱今日发放啊各一千丛的这个茶花甲这个桂花吼，来送予咱洛江的这个居民。那透早吼啊，八点外吼，咱这个广场人就非常的多。啊，除了咱啊送这个啊花苗以外吼，咱是咱清洁队个举办即个资源的即个回收的即个物件吼，啊，予咱啊所有居民对即个环保搁较有概念。除了树栽要送予乡亲以外，清洁队嘛来办理资源回收兑换，乡亲是载着这废弃的电池、纸类、玻璃罐啊来换赠品。这个问题，所以阮是咧推动粪扫减量的工作吼，把你粪扫内底迄回收的物件尽量捡起来，搁利用一遍吼，搁利用一遍吼。每年的送树栽活动，拢受到乡亲热烈支持，也显示出洛江镇民真注重绿美化。透过所处树栽响应种树啊活动，大家共同营造清气美丽好环境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洛江采访报道。